取一根线穿入一个小葫芦里面打滚，对折，在对折处左边打半个圈，右边往里打一个圈，然后把它俩重合在一起，葫芦呢在重合的地方转两圈，然后收紧两边的线头，拉紧，然后比其中间左右各打一个，在手指上编两圈，然后从线头的那一个再穿到圈里面拉紧，两边同样的方法。来过年华被传说，百里杜鹃不掉落，乌蒙山连着山外山，做成能收缩大小的收缩绳，然后剪掉多余的线头。赶紧来做一个吧，不会的。千山万水永不寂寞。